头里不舒服，头里不舒服。天上的那个，我看到天上的那个传送带，天上的传送带啊，以这样的方式传到中心宇宙，连过去啊，一个传送带，传送带。传送带又在旋转了，旋转，把物质送过来，把信息送过来，当然把我们这边的信息也送过去，应该是运转运转的，你看是运转但那个大雕像和正在和。传送带正在运转以后，这个世界应该可以极大的改观极大的改观后面就应该有好多事情，可以要做了现在是筹备的，等待的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